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在台湾的选举行程走透透，他的最佳分身夫人李佳芬也是行程满档。旧金山湾区韩国瑜竞选筹备委员会24日宣布，李佳芬将于12月14日抵达湾区，当天下午1点到3点在 Burlingame 举行竞选造势大会。韩国瑜夫人李佳芬女士是到美国有5个城市，我们的城市很荣幸的，旧金山也被选为他的造访的城市，到达时间是在12月14号，他在中午会从休斯顿坐飞机到旧金山来，到达以后我们会在机场附近的旅馆，我把旅馆的名称跟各位宣布，叫做 Embassy Suite by Hilton Waterfront Embassy Suite。 这大会的票也印得很精美，已经出来了。那么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就会开始来出售我们的门票啊，因为门票很有限，我们分为4个地点4个电话号码来出售这个门票。那这4位的名字跟电话号码，等一下由我们的秘书处来提供给我们记者先生小姐。的筹备会，我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筹备会里面的成员，包括了我们中央评议委员啊，我们有几位中央评议委员在这里，我们也包含了我们中国国民党驻美国总支部各分部，我们也包含了我们驻旧金山的所有的后援会啊，我们郑大哥这边有个后援会，我们张昭富这边有个后援会，乌伦那边也有个后援会，沙加缅度也有后援会啊，所有后援会的代表也都在这里。所以这一个筹备会是由四个不同的这个单位来组成的，所以这个我们很感谢所有今天来参加开会的人，他们贡献他们的意见，使得我们的今天筹备会开得很顺利很成功。